对，这个可以你想一下，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写织女王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这就会变成是夏洛特还有就是卡祖玛，也就是基本上你角色所有角色的八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事。那写织女王我推荐是你从一等开始，对，你要从一等开始爬，因为又要从一等开始爬，对，因为写织女王的最一开始是一等，所以你是一到六这样，你是一爬到六。哦，所以你当你六等就结束了，对，你写织女王干掉你就结束了，对。OK， 好。虽然你的人生没有结束啦，你的角色人生没有结束，但是写织女王这个世界结束这样。OK， 好，我懂了，那我再去问问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对，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当然我很欢迎，如果你要挖坑，我们就来挖坑吧。对，我是不会厌倦的。滚雪球就来滚啊，谁怕你啊？对，就滚起来，我非常欢迎。我对于我新角色我不会乱掉了，因为我都会为你们每一个角色建档，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忘掉太多事情。好，那我们就准备让夏洛特启程，要不然我觉得他快哭了。我们就让他启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亲妈间的聊天。好，我们就开始今日的旅途吧。OK， 那我们就开始今日的旅途。那当然，我也会帮你稍微回顾一下到底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在接着之前，也就是你像Black Order 的酒馆老板 Vadim Vodka 瓦丁莫德盖德，也就是这个 Black Order 的老板跟他主要就是这个地方的头头。原本你和周贤以为啊，这个有够难的，该怎么见面？因为没有特别的理由。但是在搜索之下，还有探索之下，才发现，其实可以直接用武器的方式做讨论。那当然，你和他一讨论稀有武器作为题目时，第一个你发现了拉萨诺斯的材质是来自一个以前曾经听来的玄武的玄武的魔晶，也就是玄武的灵魂灵魂的大致，也想起了关于这条龙的传说。拉萨诺斯看起来真的不是一把利刀，或者是可以将形态变成匕首这种菜刀。巴丁当时也提到了，他在接见客户时，他有下去一楼，也见到了一个鬼鬼祟祟带走博物馆，也就是从博物馆拿走书籍的那个小伙子。可是这个小伙子似乎好像在想些什么，也有可能他的目的是通往地下室的方向。但虽然现在已经成为废墟，但人们都从下面闹鬼，而且他的阶下并改造酒馆时，也为了安全，所以特用了特殊魔法武器将其封上，也一般不会有人为了这个然后将下面的门给打开了。而也在这几天晚上，住宿在里头人也是听到地下室传来的奇怪声音。保定也和你说了，如果你愿意帮他调查下面的怪声音的话，或许他也可以给你一点奖赏。而这个奖赏也就是五百五十金币。你们都先讨论后，也决定帮保定接洽的人。而保定也允许他们前往地下室。也在前往地下室时，发现了和在上头是不一样的环境，完全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你也注意到下方的石窟通道看起来十分破旧，而且能感觉到这里是有人为了一阵子左右。拉萨罗斯也在此开始有着回归热度跟光芒，在可充当小声大说的同时，你也能感觉到他是怎么反应。随着石头的通道，你们也来到了一个看起来是比较难闻，但分成前跟右两个中岛的石窟，上头也都有线上到这个月。那你在调查右边的门，也发现只有枪支开过的痕迹。你们也在上这个木质肉体时，也遇到了一丝残影。可是这个残影也不确定，这到底是那个小伙子吗？还是只是下次之后？你们也决定继续调查这个废弃的酒吧时，除了发现有钱袋，还有一枚特殊冥币外，你们也在刹那边。被僵尸很大的袭击，你们也在击败僵尸后，你和周贤也发现了僵尸的衣服都有着邪魔教的标记，而你也发现他们身上的标记也跟看到东西把身上标记是一样的。
边在对抗僵尸时，好像也有一个跑进去的景象。你们两个演出了相互的合作后，也发现是通道，但是里面是异常干净的。也在随着瞳孔馆的道路，你们也来到了有着四张圆桌的房间。看起来这里就像是一个会议间。你在调查也发现了里头有八年前的资料和档案，有三张让你发现可能是有关于血之女王室，约翰贝尔，也就是你的爸爸，与阿萨诺绅士，还有最后请出首领在最底层的记录。在和祖先进行了一个讨论后，你们两个也决定往楼梯下方走，还注意到这里是一个锻炼室，里头充满了训练器具，而且异常的吸引，是有的一模一样。这时你发现到阿萨罗斯是异常亮光的热度，非缺点是目标在这个地方不远了，但是它在哪里，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当然我先让你进地图，让你比较好去探索，就跟上次一样，主要是探索 去比较好调查。让我看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我让他跑一下。OK， 好，跑出来了。我记得上次好像大概看过都没什么东西，这样的话我要去开门。我就是先把门稍微开一个小缝，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前进到了这一个门前，发现到这个门是锁起来，但是你发现锁的这个锁头的位置主要是，也就是这个房间所上锁的。你将这锁很快速的就可以解开。你开了一个小缝，你发现是桌子。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应该有发现这有扇门，对不对？对，但是那时候你们尝试开，不是我们没有去开它，没有开，而且啊，繁琐的。对，但是现在是反锁，你要去解开，打开你发现不来。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在绕圈圈。那我想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我其实忘记上次我们怎么走的。你们是顺着楼梯下来的，跑到这。没有再回想上次我们打完，我们进到烟囱以后的路线，不然花一点时间再跑一次想看好了。我想要在确定一下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变化以后，我想要再上去烟囱那边一次。OK， 所以没有要掉的。看。既然你都那么说了，我调查一下好了。那你主要想
掉哪个区块，你看到周杰伦站在中间，然后看着那些器具，听到他稍微喃喃说着，这地方器具怎么都磨这么亮，不过以往的那位老板说这里已经被封印了8年吗，或是很久以前是灭亡的时候已经封印了，那为什么器具还是那么的像了前方这文图纸板的器具，你发现到后方是宝箱，这两个器具后方都有个宝箱。周贤眨了一下眼，看着那书上宝箱，看了一下，默默的又看了一下这看起来可以滚动的、长满尖刺的仪器，啊，缓缓的上下又吸了一口气，感觉就像是这里好像还是有住人。一定都是有住人，所以才会整理得那么干净吧。像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也都是打理的一尘不染。一定是有人常使用吧，不然烟囱那种地方怎么可能那么干净呢？然后我想去看一下那些锯齿还有棍筒的部分。锯齿好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帮我塞个 intelligence， 只是看有没有就是效率的智力来说，它可以解决。认知13。OK， 当然，作为一个冒险家的女儿，我是冒险家世家的一个血脉的父亲和灵父亲，可以知道的是这些。这些基本上在一些地方或是天文局都会出来用，为是一个极度确定是能用的器具。但是你发现到这些器具，特别你现在在观察这两个是大大齿轮，你发现这两个大大齿轮虽然是没有转动的状态，但是你也注意到的是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暗，而且上方有贴着纸条。而那纸条只是写着训练开关，发现到这个训练开关下方也有些小的标识。你看着这些目前还没有启动的大锯齿，也让我想起了以前你的爷爷总是跟你说着，在一些比较不把人命看在眼里的组织，例如像是一些盗贼组织。或是一些邪教组织，或者更残忍的黑道之类的帮派组织，对他们来讲，他们要的不是这些人好不好，或是有什么样好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有强者才可以生存下来，或者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淘汰。而对于他们来讲，如果这个试炼派上用场，如果能很轻松的直接分辨这个人到底强不强。如果这个人直接在这个死亡的仪器前没有通过死亡仪器的训练拿到灵魂宝藏，那也代表一件事，他们的组织也会深受危险。相对下来的，他们并没办法完美的完成任务，很快的就被守卫抓捕，甚至魔法警察被抓捕，那他们坏事不干。你也注意到这两个巨石虽然被擦得漂漂亮亮，但是在地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干涸的红色东西，你的判别是应该是毁灭这个守护伤吧。那我想看它锯齿上面有没有也有没有血迹。没有问题，这个当然 OK 的。帮我塞个 insight。13。你仔细的调查，你发现了一件事，你注意到这两个锯齿是有被润滑过的，而且你发现到上头有一点点一丝小小的血迹，但是这些血迹除了血迹之外是新的，不是新的。还注意到上头有一些法师，是黑色的法师。
黑色的法师。然后里面的箱子都是上锁的吗？如果目测来看是上锁的，但以你的认知来说，一般为了要奖励这一些通过死亡器具的人们，所以都会放一些像是这样的东西。那我想挑战看看。好，你看了一下周贤，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看了一下。好像非常眼睛闪亮亮的握住了拳头，周贤默默的晃了晃头，他便开口：“来了，知道的，我被锯成两半，我没办法救你了。”这么说也有道理啦，但这个东西好像走过去就会遇到，那夏洛特他大概会就是沉思一段时间以后说，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去找那个偷书贼，对吧？对于一个冒险家而言，这个好诱人哦。那周贤应该会看到，就是夏洛特他再一次的陷入了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然后，可是被滚筒碾过去好像也不太好。我以夏洛特的姿势来判断的话，应该可以知道锯齿那个就是锯成两半，然后滚筒那个应该是。碾成肉酱吗？应该不会，但是你的身体会穿孔。我要塞个 ED 了。出现了天使与恶魔的纠缠。他选择了，好吧。那好，他选择了不尝试。OK， 好，我们现在去找偷书贼，默默的退回去。那夏洛特他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失望，但是说，果然还是先找到偷书贼比较好吧。搞不好我们找到偷书贼以后，还可以回来这里也说不定。好，在这刹那。看了一下锋利的锯齿，又看一下，把人割成两半的器具啦。那夏洛特他会转转眼珠子，然后看起来很像是在思考周贤讲话的合理性，然后他会双手抱胸，然后说：“这么说是有道理啦，但是冒险者公会那边的训练装置感觉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奖励？但是，虽然上锁宝箱很让人感到好奇，但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那秀珍他会说，如果要去周贤故乡的话，我非常乐意。但首先要先把语言学好才行呢。然后就，我想要再从烟囱再爬进去一次。18，你知道在这一次好像跟上次有些不同吗？是或许改变吗？或者是差异吗？你撞到的是在右侧的方向，角色的右手侧，我们的背方，慢慢的撞到这个亮光，撞到这个亮光是发生的事，它现在发亮起来。好。那我要拿起，那我决定要，就是拿着拉萨洛斯，就是转向三条路，看拉萨洛斯在哪一条路上面发光发的最亮，就往那边走，所以应该是北方吧。帮我塞个阿卡纳，我看一下。好，十一。跟随着拉萨洛斯的亮光，你知道你正爬进了一个。根本我之前完全没有去过的一个小径，这个小径和你爬的烟囱管是不同的。你在越往前爬，你发现到不对啊，为什么烟囱管会慢慢的变成圆形的通道？而这通道你之前从来没有去过。随着拉萨洛斯的光芒，你在持续的向前，发现到是一个通风管，而这个通风管，一个垂直的通风管下方。下的看起来十分晃动，特别是地带。随着拉萨洛斯光芒照下来，我发现到这里和其他的空间不同。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不锈钢的梯子。看了一下天花板，天花板上悬挂着大大小小的，有大型生物、中等生物，还有小型生物的尺寸参差不齐的镣铐。这些镣铐基本上都已经。打开的状态，而且也发现到上头甚至有些生锈的。也在你的鼻子稍微闻了闻，你闻到了这里淡淡的像是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伴随着酒精的味道。难过的是由高高的墙壁直到尾间射下，但是通常都是带了一些灰的白，而这些灰也不确定它是否曾经撞击过留下来的名字，或是。脚不干净，所以在贴到墙壁上时留下的一些骨痕在上面。他的中贤只是看了一下后方，这里好像没有任何的出路，唯一的是一个窗户。你看他看了这个窗户，睁大他的大口，他看了一下我，你看，随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到这窗户可以看到的是序列词，但是。跳窗往下的话，大约为15米左右，所以是挺高的，这里是挺高的。跳下去就是到训练室那边了，对吧？对。
但是龙之上君不会前往这个地方，而是会的事。嗯。嗯。那我从这边是看得到，就是那两个宝箱的位置吗？你可以注意到两个宝箱位置，但是窗户在这里，也就是你看到比较颜色比较淡的地方，所以宝箱那边没有窗户。对，你注意到没有窗户，你也想起这里，在依照之前挖土所说的，这里曾经，这里这个地方要说的话是。不是说好东西的话，基本上看起来挺祥和，而且如果这里用邪教的话，好吧，如果他们要去练的，应该也会开心。果然，每个人都直接跳窗进去，好像也是一个方法，但这就不是他们要去练的。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想要大概搜查一下这个地方，可以翻的地方翻过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下方正旁正正二处的地下室，而也在你调查的其中，你也发现到了是这里有三个木桶，上头都被贴上了麦穗、麦粒还有麦穗。你再靠近这些木桶，就可以闻到淡淡的麦子香味。同时，是你稍微打开它们一点，但是它们没有出现。随后你转过了身，你发现到，等一下，在这个水沟，铁栏杆的水沟。个人通过的水沟，你看了一下，一个半吧，或是勉强可以骑两个，因为你们两个身形不能说太大，所以两个可以这样骑下去。但你们也发现到，在这两边一旁有一张椅子，这张椅子太大了，这张椅子是非常的小的，但是说小大概一个人可以坐上去。你也发现到这椅子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铁链，但是现在都早已生锈，完全没有可以约束的能力。你也发现到好像这里曾经有很多人，特别是椅子，也就是面的方式位置，也就是坐在家坐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有些人住在这里，而且是因为可能太潮湿，或是常常有人在这里的关系，发现到是有硬痕，也就是大腿痕迹坐在上面。到底坐多久？天哪、啊、OK 好，那笑洛特大概会去看了一下，然后转头问周贤说：“周贤，你觉得一个人要在这里坐多久才有办法把椅子做出这种痕迹啊？这种痕迹之前好像都没有看过哎。”那我要拿出拉萨罗斯，看，然后把它放在水沟那边，然后再移到后面看哪边比较亮。你注意到是水沟下面是亮的，而且是异常灿亮。你发现到这个拉萨罗斯倒影，你发现到这个温度是有在升高的，可是这个升高，你发现一件另外一事，是不稳定的升高，不会烫伤你。那夏洛特会把这件事情跟周贤说，然后说我想应该是拉萨罗斯跟我们讲说这边还是正确的地方吧，然后我想往内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立足点什么之类的绳索之类的可以帮助我们下去的东西。是一个梯子，由上往下的梯子。对，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摔下去，还是好好的下去。总是会有人摔下去。之前有人。Athletics 是吃，真的有人有，真的有吃力量的那个吗？对，体能，也就是你的体能。是，没有问题，没有。
发现到其实有些楼梯，这个楼梯的阶梯的一些间距，有些看起来特别大，而有些就是有规律。你发现到这些没有规律的阶梯，还是你发现到好像之前人曾经有踩过，但是没有踩稳，所以直接摔下去吧？你看了一下下方，好吧，你看了一下最底部，有微微的像是血迹。深呼吸的话，放慢呼吸。你看这东西，随着你的步伐慢慢一步往下。你不用关地图，直接叫醒你看它。你看的话，好吧，确实，你注意到下方，比起说是一个地下室，更像是一个让你看到。完全直直的一个下水道，你发现这个下水道发出了响亮的，像是雨滴落下的滴答声。你探望周遭，这里看起来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让你能确定的一个微微小小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似乎十分的便利，还可以看到下方的河或是水，似乎带了一点。捏起的鼻子晃了晃手，好吧，他好像看起来没有出事，应该是没有问题。但你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是一个地下水的通道，地下水道。那我想要透过我的夜视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谢谢。轻轻的扎了一下，尝试的想要注视周遭有些什么，但是你看到的唯一就是一片黑，或者那些恶臭味也让你受不了。帮我塞个星空，我看一下。靠，真的假的 ？OK， 好，没有问题，我会弹过去的。13。是在你探讨的周遭，也看着也听到老鼠发出了叽叽叽的叫声。你换了一下你的头，这个应该只是普通的老鼠吧。你再看一下以后，你看感觉到周贤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你回头往后看，你发现到周贤的上方有一群东西正在上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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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是往你的方向前进。周贤像是有些吓到，握紧了你给他的指针筒。帮我塞个，这样吧，你帮我塞个 dexterity。OK， 好的。蝙蝠，我看14。注意到这群蝙蝠是以群的方式，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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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你的方向直冲过去，也发现到。看起来仍然就和我们的蝙蝠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一群的状况下也并没有那么的有趣。这些蝙蝠直直的往你的方向直飞，再看看这些小小的群般的个体，还是个个的像是遇到很新鲜的东西，一个一个开始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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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着你们。你尝试的想要将你的头往下移，你成功的。周贤一样抱着他的头，感觉到微微的，你也是自己可以感到微微的。他们那些小小的爪子跟尖牙正想要啃咬着你的肉，但是你没有成功，至少你有放下你的手，直接摆脱这一群蝙蝠攻击。那他们是在我们的正前方是吗？上方，且到处都是。大哥，到处都是。OK， 我想要对我正前方的蝙蝠用办法冻住他们正前方的那一群。因为是群的关系，所以有机会没有。那看一
是他们要塞，看一下。是他们要塞，他们要塞康塞，然后他们的康塞塞了这样子12.11，过吗？还是没有？L 过。给他们动起来，来。好，然后我想要拉着周贤开始绕跑往前。好，那我记得他们要收一流。哦，我要先塞对不对？他们要收伤害，要不给他们伤害是可以的。好，不要、okay. 不要。只看着这些小小兵花开始冻住了这一群兵花，但是虽然他们还是可以飞翔，但你看到尤其是啪嗒啪嗒之间，飘张飘张飘张的之间，啪啦的一声落到了。开始拉着周贤向前跑了15米，知道吗？因为你拉他关系是15米。周贤睁大了眼，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晃了一下眼，注意到后面这些蝙蝠像是穷追不舍的往你的方向直冲过来。现在蝙蝠稍微变小了一点，但还是很厉害。接着周贤开始拉着你继续的往前奔跑，他直接用 dash 直接跟把你和他们拉开了距离。所以他 dash 的话是30+30，所以是60。75米，你注意到这些蝙蝠离你们十分的遥远，但是因为蝙蝠这样拉着你的话，这样是30左右，但是也是因为肩膀重力，也看着这些蝙蝠在后面继续的飞着，你也看到是，等一下，等等，现在出现了三个通道，而这三个通道有蝙蝠们开始各个冒了出来。当时也看着周贤睁大了眼，发出了尖叫。那再来是后面的蝙蝠，一堆蝙蝠。对，下水道的蝙蝠。也看着这后面的蝙蝠开始拍打着他们的翅膀，冲向了你们。但是他们只能用他们的移动回合，还有所有动作直接接近，和你们又再度的拉近距离。想想你要做什么？到前方的那两群，前方有两群蝙蝠，然后后面有一群。虽然这两群的话，我说应该是三群，这三群蝙蝠和后面的相较有稍微小一点，所以是没有多的。Oh. 而这三个就等于像是，你可以想象像是一个三叉路，也就是左中右，然后他们像是在霸占这个下水道时，等于就是把这个下水道当自己家的。天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吧！那肖洛特大概应该会先喊出这句话，然后我想要把那个拉松罗斯先拿出来看一下哪边比较亮，再决定要跑哪边。OK， 好，直走，一样先用我的法术先想办法把我动。好，那你是要往哪里？中间那条路。好，中间那条路。好，那我给他们筛一下。他们塞了 natural one， 请帮我塞2D6，谢谢。没有问题，你直接睁大眼睛看着结晶，狠狠的直接飞向这群蝙蝠，看着蝙蝠们直接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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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他们，你看到大部分点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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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落下去，变成了小小的蝙蝠兵，他们很快就会爬起来，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他们现在是在起。但还是有几只在上方盘旋。对，没关系，先跑了再说。跑过去应该会吃借机，对不对？对，是的。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我借机处理了，所以我就算是打到了，不会像那么不均匀。哎，好。只是被围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妙的事情，所以哇哦。哎嗨 ，Go ahead， 这样讲的吗？好，你开始拉着周贤向前冲，他们尝试想要咬你跟周贤，可是他们只塞了11，你有中到你吗？周贤是没有中的，11没有，没有。那你直接拉着周贤开始往前冲，穿越过了这些剩下的蝙蝠，而你现在和他们都又在拉开了距离，而后面那群蝙蝠也是要做东西，但是他们塞了那群。他们很忙。
他们很忙，非常的忙，他们看不到。那你现在往后看，注意到左边和右边的通道，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蝙蝠，也就是中间那些小小的，还有你也看到后面那些蝙蝠是要加紧的往前追上。周贤睁大的眼，再度将你拉着，开始往前奔跑。然后，虽然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至少是30feet，他能做就是拉着你往前。也跟这些蝙蝠再度拉开一些距离，现在你可以确定距离蝙蝠有40feet。也看着这些蝙蝠又再度慢慢的凝聚在一起。那注意到的是，现在他们只剩一群，跟继续拍打他们翅膀，跟随在你们后面。看到这些蝙蝠又再度和你拉进去，但是他们没办法做攻击。需要帮我闪一闪，这个是 free action， 帮我闪一闪看一下。OK。你加起来是16。你注意到前方有个楼梯，可是这个楼梯离你中间要走的话多远？你眨了一下眼，是一个距离为六十。那里可以上去，是一个往上的。OK。好。你自己跑不带走的话，你一定可以到不了。但是如果你带走钱是一半，你至少花两分。也就是说，花一半，我的东西要再花一半，你才会到。啊，如果你自己跑，就直接到了。因为我的那个小法术是60英尺的话是几 feet 来着的？一样是。一样，就他们如果中文是写的 feet， 都是 feet， 因为都是 feet。对。除非他们有变换单位，但基本上是一样的。OK， 好，那我要再用再先，欸，不行，这样子的话，好，没关系，我拉着周贤一起 dash 过去好了，继续拉开距离。你拉着周贤开始向前奔跑，已经成为了现在为30 feet 的位置。而这些蝙蝠，他们要动用他们的 Vivian Action， 他们在和你们拉近距离，然后小嘴大力的做了一个撕咬和啃咬的动作。他们现在他们塞的偷偷是这样加起来的话是23倍的力量，中了。看着他们开始啃咬着你，周贤中了。周贤也发出了嘶吼的呐喊，这些咬肌也是想要啃咬，但多数的啃咬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你们两个都受到4点的伤害。OK， 没问题。我还站着，没问题。先放了下他的红丝，直接拉着你开始往向上的楼梯跑。在这个奔跑之下，我想要你也闪着，闪着。OK。这样加起来的话是14。OK， 好，那我想要在上楼梯之前对周贤补一句话说，我觉得，应该小声一点，对不对？我觉得比起被那些骑士追，被蝙蝠追好像稍微有点有趣点吗？说的有道理，我们上去看看吧。14。我靠哟！站在一个仪式阵的后方，非常痛苦的往后退了几步，一看到是一个狼人，他这个狼人他的双手都有手。手铐和镣铐，脚铐也是有铐着，但这狼人已经早已挣脱镣铐，一步步的往着蝙蝠林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对蝙蝠林加入战局，
封印到了李波林的手臂上，那一起交流。但是你也发现到这个小伙子该不会就是那个公主人吧？但为什么他好像是满脸恐惧和害怕的，也看着狼人一步一步的靠近，发出了像是可怕的怒吼。这个怒吼你注意到的是，不，这个狼人虽然没有注意到你们，但你很可以确定是这个并不有趣。这个狼人直接发出了长啸，也看到他的肌肉开始蠕动和扭曲，慢慢的随着这些血肉的起伏，他的双手变得张大，直接咚的一声放到了地上。也看到了这个提夫林往后退了一步，抓紧了他的包包。他小小声声，像是在祈祷着，呼声救命救命。但是发现到他的包包里，没想到不是你爸爸的书吗？哎，你找到人了。哎，OK， 你要做什么？你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OK， 你是第一个，你是最快的。我要去喝水。趁他还没发现你。喝个一罐水再说，给你。好，等一下我加一下。好，七加五等于多少？十二。好， okay， 好，那夏洛特他大概会转过头，然后在苏贤的耳边说：“嘿，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那朱贤可以帮我就是刺激行动吗？那还是把活着抓回去吧。但我还是，如果他没有活着可以的话，我就是大了。他说到这里是看向这一不停倒退的体力，至少我不知道凶手是谁了。那这个巨大声音。攻击他的声音由朝天咆哮，而他奔向的方向是那里，他身上呢将那大大的爪子一挥之下，地夫林往后一闪闪躲，将自己缩成了一颗球。这个狼人没有打中他，狼人必死了。再来是周杰夫，就像周杰夫像他做代替动作，也就是你要他做什么他等一下就帮你。再来是那狐狸，那只狐狸的影子是从天的山上喊大喊失利。为什么？为什么首领？为什么首领不是说把东西交到这里，我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怎么会是这个东西？他说完，便像是哀嚎，便转过了身，像是要逃跑似的开始往前奔跑。但是狼人直接对他做了接近攻击，而众人也看着这个爪子狠狠地击中他的背。你也看到这体力直接往前飞到了这里，砰的一声撞到了墙壁。他还站着，看到他的背部直接慢慢的斜，随着这个爪子一抓抓了下去后，他是痛苦的发出嘶喊，也听到他又在从墙往上喊。你在看吗？我做到了，我拿到，我从博物馆拿到了那一本书，我现在书就在我这里，为什么你不下来拿呢？首领，好像他这么喊着，但没有回应。好，那我要先左手，右手拿着拉萨洛斯，左手拿着就是这一把小盾，然后。我想要用我的移动回合跟周贤拉开一下距离。大家一个是15 feet 嘛，所以是五啊，所以是50 15 20到这边好了。然后虽然，但是我想要就是对着提夫林说啊，原来就是你，还不把他赶快把书还我，然后再对着那个狼人说，那本
书是我的东西，你不要跟我抢。然后我要对他使用那个，这个 ，knife 是吧？对。Oh, ice knife. OK, 名人没有问题。原来小明是个主角。我火冰双修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问题。冰火双修是非常公平。然后看一下福瑞哥的状态，帮我对他做出一个成功指摘吧。哦，19，要送我一次，三次伤害。10哦，那我要真是。哈哈哈！冰花系统像是刀刃般的直接划破了这狼人的肩膀。你看到狼人弯下腰，发出哇的呐喊，但是这个冰花直接破了。直接像是落到地上似的，那个蟑螂呢好像对于此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那下一次呢，你也发现到的冰花在落到地上之后呢爆炸了。我要为他做一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 然后在范围内注意他会受到影响。那他的话，狼人要求的 dex， 狼人是 total 加起来13，你的 buff 底线是多少？12，那他不能。也看着下方在这个冰落下刹那，砰的一声，大量的冰人像是穿了穿刺的冰柱，开始从地上直接快速的窜出。这也注意到这个狼人只是弓起他的身子往后一跳，闪过了这些冰柱。他没有事。可以做的事情，这样。我就先这样。好，那就先这样，没有问题。你也注意到的是，这些小鬼的鬼头后面抽出他的武器，看着他握起了他的手，快速的冲到了这个老板的位置，就是将。甩了 natural one， 你看着周贤在将他匕首挥过去之时，你看到这个匕首已经飘浪飘浪飘浪的没有断掉，但是狼人用他抓直接和周贤飘浪的一声，匕首飞到这里，飞到你旁边，把你插到你的身上。周贤睁大了他的眼，但是也握紧了双手，你看到他转头向你，自然像是他还可以撑。再来是那位提夫林，你看这位，你听到这位提夫慢慢的转过身看向了你们，他下意识的开始向前奔跑，1、2、3、4，跑到了这里来，他正在找寻着可以离开的方法，但是需要你看到周遭好像不一样，这里就像是一个秘密空间，像是一个地窖，一个唯一的出口就是那往下的楼梯。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关在这个空间的一个老鼠似的，想要找一个出口，但是没有。好，那我要对着那个提夫林喊说，喊说，嘿，这是你做的事情吗？反正不管怎么样，可以帮个忙吗？搞不好待会把你带去骑士那边的时候，可以帮你说个情也说不定。然后我要，因为周贤在那边，然后我想要就是就是先跟拉萨洛斯报备说，拉萨洛斯，我拿个那个匕首要拿去给周贤，不然会很危险。然后讲完以后，我想要捞那个然后跟他讲说，那你可以帮我一下吗？让我拿一下那个匕首，让我交给周贤就好了。然后捞起那把匕首，然后我想跑到周贤那边去。然后把东西甩给他，帮我甩个，这样吧，你帮我甩个奥卡纳，这个是个阿萨罗斯的不愿意对峙。对，我是要下跪，我这样，我甩了20非 natural， 没有问题。你看着，感觉到在你要握
我只落在地上的东西，那我还是把它放进去。但是，就是那个沙袋，它放进去，看到了一些虽然表面是脸是非常非常非常臭，但是它冷了。你直接握起这匕首，换个超方向的方向抛过去，帮我闪一闪。那上次发现他拿起来没事的时候，他会说：“果然那沙漠是最好的。”总之回去会好好跟你谢罪的。然后我 side away hand side 的17，没有问题。你将匕首快速的投了过去，看到周先就像是和你的默契开始有逐渐加，他直接跳了起来，将匕首接下，他拿到了，接到了。好，那都不去，然后他的工作都移动，我想要移动到50、15、20、25这里好了，移动到这边好了，然后就先这样。看他转向了周贤，直接发出哇的低吼，他随即的再伸出他的爪，撞撞往周贤的方向飞了过去。他甩了统统为13、13，再加14、14、14、14、17、17，直接打到了周贤。你看到周贤常要用匕首抵挡，但是很快的这个挥击的爪子实在是太过的锋利。周贤直接被抓了一掌后，往后开始飞翔，他受到了9D 伤害，他还站着说起来，他直接砰的一声打到了旁边的墙壁，晃了晃他的头，咬了咬牙。你看周贤正在失血，但是他很快的直接拿起刀开始为他自己包扎，像是要让他停止，而且还站着，只是很痛苦，他还站着，还没医啊。OK。再来是好，你让我帮我甩一个水准，看一下他会不会受到影响，还是没有。我连说服不高，哎，靠！哎，等我一下啊。还好他是掉到床上，14。看着这位提夫林只是咬了牙。啊！但抛弃了我到底，反正招式完成还是没死。你看到他直接从他的腰间抽出了他的细剑，开始1、2、3、4来到这里，刚刚到了狼的旁边。你看他举下的细剑往狼的方向挥了过去，很重。你看到这细剑直接划伤了狼人的小腿，但你也发现一件事情，狼的小腿很快速飞起来，伤害是有的。也知道一件事情，你看着你的脸都是错的脸，这个狼人是不是在屋顶上一个不小心被人捡坏的伤害，但你看到狼人是不是做不下来。那再来是你要做什么？ OK， 那他应该会对提夫林说，这才像话嘛，到了绝境总该自己面对，就算没有的话总会有人会帮你的。然后我要接着说，狼人好像对于物理伤害有抗性的样子，总之我们先想办法处理掉他吧。那我要切，然后我要用我的移动回合移动到这边，然后阿萨洛斯出场时间，我要对他砍一刀。好，来砍。15中，中。哎，阿达萨洛斯，我没有不爱你，只是就刚好需要。说我没有不爱你，你握紧了拉萨洛斯，将这一把现在是手持带的菜刀往狼的前臂划了。我看一下，这应该是对，这是前臂的方向，直接狠狠划了一刀，看着火焰灼
烧了这蓝的手臂，可以看到路上的地方直接看到了是被蓝烧的无限的一个，但是你感觉到你的脑海里不会有什么，到达上路是在用人气，是用那人类半龙的人气的话很气在用人气。好好了解了，方向是对向你，看到他转向了你，伸出了他那巨大的爪子，狠狠的挥了下去。而他塞头头是这样子，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有中吗？没有，好像是十三，对，没有，没有中。你注意到你的他的这个爪子往你挥下去的时候，同向同时的刹那，你也下意识像是反射性动作的举起拉萨螺丝，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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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看到这巨大的爪子和小小的匕首做出了剧烈摩擦，火花也在这刹那间开始冒出小小的爆裂的痕迹。在看到这些爆裂痕做了小小的差错后，拉萨鲁斯先让挡下了这一击，他没死。那他的回合就这样再来一次出击。他的周旋慢慢的爬了起来，晃晃他的头，他的腰间拿着钥匙，他自己有买，他上次有用他自己买，跟用起来，他慢慢的就能跳下去，就是上方那些巨大的爪子和这些慢慢的这些小爪子还是他你也知道，目前在这些没有特别去使用他，他的耐心，再来是这位。你看到这位题目，你只是看向你。我不是，我不会用魔法、啊。他继续挥舞着他的细剑，但是这个细剑不停的挥，不停的戳，不停的刺。他并没有击中他，他是被他手受伤。再来是，好好笑。我要把东西转交给他，就是要用我的主动作。那要把就丢给他之类的，那种的话也要不对。那没事，是把卷轴丢过去之类的，好像卷轴的话不能动，因为你只是就掏出纸啊给你用吧，对，哈哈哈哈，非常轻。对，那我想要，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好用，不会。提到我的部分。那我要把锥形15 feet， 一格15 feet， 一格15 feet 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算一下，算一下，对，一格15 feet 的话，应该不会靠到我吧 ？OK， 好，那我想要把这个。用附赠动作把这个东西丢给他，然后说：“不然你试试看这个怎么样？”你看他睁大眼了，我当然了，接下来了。对，好，那我要继续用拉萨洛斯砍那个狼人。好，来。加起来是17，17没有问题中。然后我只是纯粹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因为你是一个德鲁伊。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恶的那个罪的话，你可以就是改变你的心态，成为动物。哦，对。OK， 好。想起来一下，就是因为不少人会忘记自己在做什么。你现在才二等，所以我会提醒你。但是之后你一等，你知道我是提醒你。OK， 好，是非常的感谢你。那我先踩伤害。稍微原谅我了吧，我原谅你。握紧了拉萨洛斯，再度对他进行了化解。你看着这个狼人往后退了几步，那是状况开始变得好了，但他还站着。那先这样，我希望季夫林的法术不会波及到我。看他的状况，或是他有没有放成功，就是一回事。好，那再来是。
周贤，听说到周贤只是忘了他的声音，在你的时间，像是这次是你把这次过程去告诉你，然后就是往狼的方向，是不是要让他心里朝他关节之间两拳揍一下？第一拳没有揍，第二拳中了。一看他第一拳挥了过去，这狼人像是往后退的直接闪关，但是第二拳狠狠的直接砸中了这狼人的胳膊。可以看到这狼人直接跪了下来，也是前臂像是痛的一声倒了下来，但是狼人还是站着好好的，毕竟对他来讲没有太大的效果。也看了这体肤的影子是有些慌张的，这到底怎么用？这到底要上头些什么歪七扭八的，而且还看起来有够难读的。他说着便尝试的放出了锥形，看一下他的锥形的话，他的话锥形的话不会伤到你，因为他的锥形是这，他现在的视线是往这里，但他锥形的方向的话是这里，是往这里，这样子锥形这样画。对，二三，所以没有，不会，两刚好都没有被攻击到，那就只有浪费了。狼人闪的难受，我靠！他注意到这是提布丁，双手突然拦截回，突然手拦截火焰嘞，噗！烧到，可是好像不像是因为什么工伤似的。他看着这狼人甩他的头，确实看到身上的毛有点烧的一些微微。闪一闪，因为之前你在森林看过狼人吗？啊，上次那个马车翻覆的时候吗？16。根据你的经验。那我怎么打会比较有效率一点？好的，我想一下，我怎么打比较效率？我记得二等不能变太多东西吧？那你可以说，就是想法是什么？会想办法。但是如果你要变，就是基本上你只能变，就是这个类型，你只能变你看过的东西，像是你会怎么样？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是比较常见的东西，不能跟我说哦，你要变成一只牛，现在下路上还没看过。他没有看过恐龙。OK， 那他应该会，那他应该会对提夫林说：“还不错，看你蛮有法术的天赋，不是吗？那我想要动用我的那个，我想要变成一只狼。”往天长啸，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上一次。
的声音。但是还是攻击他的身体和位置。那我想要需要给四你有吗？有，我有看到。然后我想要试着送到他的怀里，然后对他的心脏的部分发动攻击。OK， 那现在年龄是13，然后可以加的是11，那你是没了，你是身上是你这个是下面的血海。那你的就不是没有撞击，但是你有咬，这样。对，你有咬，所以帮我塞个 1d20 加4，因为你现在是拉皮，你现在是拉皮。第二十加四加起来是15，15中。然后上来是2d10+2，对，2d10+2。哦，非常的完美，你张大了你的牙，狠狠的啃咬着往前扑了过去。你看着这个狼人直接将他的手爪按在地面上。感觉到你在啃咬当下，虽然你发现到它是一直不停在愈合的状态，但是伤害还是没有。你知道我自己还是它就算会愈合，但是这个愈合不会让它快速，只是请让它好好让它的伤害。再来是等到你怎么样是OK， 那我要甩它的力量，力量。看看我能不能把它咬倒，咬倒。望了一下低头，尝试摔着你的身体，想要将这个狼人狠狠的往后推，但是他还站着，他并没有推倒，他塞的17，而狼人的力量是加二，17、18、19。OK， 好的。他没有推倒，但是伤害的。那再来就是他了，我看一下。啊。面对的方向是这个提夫林，或许就像是目标是你看到这个这一头狼，虽然很瞪着你，但他突然间的想向前进行了长啸后，往这个提夫林的方向狠狠的直接扑了过去。而这个狼塞了是为14+4等于18中，可以看到他直接往这提夫林狠狠的扑下去之下，就是无加以用。你看着这个提夫林睁大了眼，直接被撞到了墙角。你看到这个狼发出了极大的怒吼，就像是他的手。有没有看过 Hulk Smash？ 他直接 Hulk Grab Hulk Smash， 直接将这个人抓起来，将他甩到了墙壁。你看到这个提夫林发出了，也喷出了几口血。他虽然还站着，但是状况开始变得有些不好。这是他的回合，然后再是周贤直接攻击他的身体。在冲出的你给借给他的皮鞋往这狼人的方向挥了过去，但是今天的周贤似乎有个威胁状况不太好，似乎在怕，因为刚周贤手段有点短，但是他挥过去，但是看到了这个狼用他的尾巴直接甩掉了他。周贤睁大了眼，将跳上去将匕首射出，可是他并没有成功攻击到这一个狼人，但是你要做什么？对，那我想要。再试着攻击他一次，好，没有问题，来咬他，来 1d20+4，咬啦，17中，然后是2d10+2，好，你狠狠的啃咬着他的右臂，别看着这个狼，虽然。伤害，也看到
他开始状况变得不是很好，就像是受到伤害，明显比他的他自己治愈能力还要多，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慢慢的被人伤害，但也发现到可以有伤害的感觉，他又感觉到他的肉是新鲜的，是有些干柴的，其实他们像要把往后一推似的。但是十三、十四、十五，他过了。你看这个狼人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的，有些难。再来是他的回合，我看一下没事。说起来，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德鲁伊变成那个动物形态的话，还有办法说话吗？爸爸没有听不懂啦，但是你可以尝试、就是、OK 好，对，就是一个就是可以懂在干嘛的，他们是就是他们要塞那个不是的，但是一般如果假如说就想像麻瓜麻瓜不对好 OK 好没问题，你相处一阵子会有类似像好像是中心他可能会做一点判定，但是他可能会有些判定，但是一般来讲明示暗示他。那再来是这一头狼，他这一次的目标是，你看到他慢慢的转出了他的身，直接面对向了你，张大了他的嘴巴，像是要啃咬你似的。这样，当然一个相比之下，你是一头狼，他是一个更巨大的狼。这一个锋利的嘴，拧头方向，咔的一声，直接伸过去。而他骰的共同为十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那你的狼是十三，所以中了。你看着他晃了一下，他的头狠狠的直接咬着你的身体，你感觉到你的整身，你的狼身像是被他做了一个巨大的啃咬式的疼痛，而你受到的是八、九、十、十点 piercing damage， 非常。所以我再被打到一下，我就哦好。所以你不是靠你们的表，你是靠狼的血量，就是德鲁伊。那多一条血。这样，你还是狼，你还是狼。那你要撞一次啊，不然呢？来，你加起来是十四。十四中。没有问题，你握紧，你咬紧了你的牙，朝他的方向狠狠扑了过去。你和他扭打成的一团。我来看一下，哦，我对他做个力量，也就是你是狼的身份，狼的身份是加一 ，ED 二十加一对上他的 ED 二十加二。来吧，我直接公开闪，我们来对峙吧。等一下，你说 ED 二十加二，哎，加一是吗？加一对，因为狼是加一。来看一下互咬，好呗。他们开始扭打互咬，开始打成了一团。但是你尝试将他狠狠的咬下，但是他的力量远比你还要大，狠狠的将你往后一推，你将你的四肢按在地上。他受到了伤害，非常的疼痛，可是他还站着，而且来也看着周贤睁大了眼，再度的你加了匕首。这个狼的方向飞了过去，可是周贤，你怎么今天闪这么烂 ？miss。然后再来是这位，你看这体布林晃了晃头，举着还提着他那有些破烂的身体，慢慢的往前一步的来到了这前方。看着这头狼，直接从他腰间拿出一个小小匕首，往他的方向扑刺过去，中了。虽然这匕首对这个狼人伤害不大，但是还是有对他做出一点伤害。你看他的匕首插在了这个狼的背上，可以听到这狼发出了像是尖啸般的呼喊，但他还站着，还稳稳的站着，只是他可以直接开出一些事实，一些摇摆晃晃。你也听到的是，这个狼在匕首插下去的刹那，你也发现到他的血管还有血管。这是亮紫色的，那就撞啊！我就不相信我没有办法把他推倒，可恶！来 ，ED
加四，来推摇。你说一 D 二十加四 ，OK， 好，我来猜看。他起来是16中，帮我塞个二 D 四加二。你狠狠的再度的扑向了这一头狼，也看到这头狼了，和你又再度扭打在一起，来吧，再一次一 D 二十加一，又是一 D 二十加二，来。拉萨洛斯，哎，我可以信仰拉萨洛斯吗？拉萨洛斯，拉萨洛斯，对不起，诉求拉萨洛斯，也感觉到你全身攻击的力量，狠狠的啃咬着这个狼人的脖子。你看着这狼人正在地上不停的挣扎，不停的哀嚎，不停的吼叫。也这刹那，你看到这狼发出呜咽的的声响，发现到了这个狼人慢慢的开始。开始扭曲他的全身，也注意到的是这一头狼慢慢的恢复了人形，他的人形是整个虚化的，年纪看起来越来越年轻，可是这头狼比上次有行动或者有生命，而是看到他是半死的状态，他那空洞的眼神磕出了像是紫色的印子，他往一身痛的一身倒在地上。留下了你、周显，还有那位提夫林，面面相觑的彼此。战斗状态结束。你看这提夫林喘着气，首领真的是要杀我的，还特地的复活了这原本不该存在的之前的首领。他默默看向你们，睁大了眼，咬了咬牙，他尝试想要逃避，但是他。正想要拔腿就跑的时候，他停下了。好，那算是输很重要，但是他应该会说，你说，他是你的首领，不过不管怎么样，刚才有你在，确实挺轻松的。不过那一本书可以先还我们吗？他指的指就是那个他包包里的那一本从图书馆里面偷出来的那本书。你看着这个提夫林森咬了一下牙，默默的将他的眉毛打开，将那一本书和那个书慢慢的放到你的身上。你看他只是不满的发出切，反正我现在也不是上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你看到他只是看了这本书，看了一下你，我的将他的双手举起来。我是无辜的，我是被逼的。我的首领告诉我说，他需要知道书的知识，所以他派遣我去博物馆偷了这本书，并且说他在这会等我，而且他说到这里时，发出无边的感言。还有，给我适当金钱，让我活好罢了。他说完时，默默地将他的视线看向我，稍微晃了一下他那修长的黑发。我觉得，我感觉到我自己被深深的背叛。或许，他默默地将他的视线在盯上你的当下，也下一次变不正。之后也打算不干了。我尝试想要做这一行，想要快速的获得金钱，但是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默默的想了会儿，便又开口：“好像看过你们。”一下想，你们该不会就是追我的那两个人吧？那小罗说，对啊，你偷的可是我们家的书，而且你害我们被当图书贼，所以当然要追你把书拿回来。然后，骑士团说书不是我们偷的吗？看着这位提夫林男性，只是默默的垂下眼帘，慢慢的准备将他的双手看向我们。那吧，
他手伸出来，你们要帮我带我回去，或是怎样都可以，反正我也没有，我就可以走了。他说完，我将他的视线看向了这秘密的空间。我以为首领会在这里等我，说这里是属于教会的隐秘的地方，他们崇拜着八年前一位法师，那位死灵法师有着极大的力量，他可以复活血之女王，也代表他可以复活他们想要复活的东西。说完，也看着这位男性，慢慢的叹了口气。啊，但实际有多少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就是跑腿。他说到跑腿，只是看了一下你现在手中握着，也就属于你附近的笔记室。随后，他看了一下周遭后，又看了一下你。那就带我去找骑士长吧。至少这是我的国，而且我也可以一字一句的告诉骑士长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说完，并看向了皮箱下的位置。那在离开前，你没有说什么吗？你看到周贤只是稍微点了点头，看了下，他好像没有太多想说的话。可是你也是逼不得已的吧？要不是你错信了，不然也不会变成这样，不是吗？然后看了一下，就是地上的那个举法的妇人。这位男性只是看了地上这位举法女性，还是这位是曾经这个地方的首领？他们所称的就是道者公会。这位举法女性和血之女王有些关联。说是为了保护女儿而可以踏上歧路的一位母亲吧，但是这位母亲最后走不完路。而我知道的是，后来我们的首领买下了这个地方，可是在买下没多久后，上方的酒馆直接被一位叫做 Bodding 的人给买了下来。 Bodding 觉得我们这里或者说地下出了些问题，所以他决定用魔法武器封闭起来，可是我们都知道该怎么下去，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在下面做一些秘密的活动。这时，就感觉到周遭开始气温是慢慢的下降，而你们三个人同时听到了一声。哎呀，我只是稍微的。就交的是朋友啊，一年前吧。微博的先生就这么快速把我的东西交给那两个，哼，看来也不得好死。说到这时，就让他帮我塞个硬塞。不是吧？十一，你觉得好像这个声音是在这个地方的某处，但是你看了周遭，没有任何的窗户，没有任何地下那边也没有看到人影，声音在哪里？声音是在哪里出来的？这时也注意到这个名叫 Livy 杰巴和狗肉的这位嫌疑犯，或者说叫他 Livy 吧。Livy 直接睁大了眼，快逃！是首领，他拉着。开始往前跑，你不确定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或是这声音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只知道这个地方开始出现中间的那个疑似发生，还是慢慢冒出的光芒。你注意到的是，在你们下楼的一刹那，一发闪亮的紫色的，像是子弹般的一个小小的光波，狠狠的直接打到了墙壁。周贤。只是皱着眉头，用他的手直接挡掉。周先使用他的锤，他是 monk， 他挡掉了，用他的这个 potion heavy 也挡掉。你们向下快速的逃逸，也注意到的是，这位后术者只是拉着你们向前，也带着你们再回到那
但是他并没有做停留，他只是不停的奔跑，不停的跑，不停的跑，不停的跑，把你们拉到了这边的哪一个现在已经化为废墟的地方。你注意到周遭现在是接近黄昏的状态，当然算是太晚，你看到了还有人就是看上去看来我的首领正想要借助我的力量。这时看上你们不开口，这样吧，你们觉得哪一个方法比较好？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希望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带我去见骑士长，把我交给他，说我是这个罪犯，这样一方面你们的误会会解除，一方面则是我可以，我不知道首领会不会找上我，但是可能做个罪犯比死还要好一点。随后他扯了一下嘴角后便开口，第二个方式是我有一些伪证，或许这是首领他想要的，我可以朝他或是对他说个话，我有虚假的证据，你们也同样的，你们可以获得自由，但是首领还有我的身份并不会被发现。他说完便拿出了几张纸，像是看起来像是说着有其他人偷了这本书，而你们只是找回来了，而你们因为一些意外，所以让这个人已经死了。你注意到这个纸上写的笔记，就像是一个最后的预言。那你要怎么做？如果我们拿了这个伪证的话，你会去哪里？你要怎么办？这个深吸一口气，逃到一个首领不会知道的地方吧，在 Sword Coast 剑湾邪龙教四处遍布，我能做的就是逃出这个地方，无论是往西或是往东，我能做的就是让逃到没有人知道我的地方。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们可以将秘书转交给骑士长，至少首领应该是不会直接接近骑士长而直接把我给毙了吧。他像是自嘲的笑了笑。那夏洛特他大概会陷入一点点此思，然后说说到底你们邪龙教到底是在做什么的？17，可以看到他只是咬了牙，并默默的将他带出去，一个小小的回想交给他。我不能说，如果觉得我再说下去，他就会知道位置。但是你有这个徽章，你可以向一些成员展示，让他们觉得你可能是这一个邪龙教的聘请的佣兵，或是成员之一。毕竟对他们来讲，你可能就只是一个低层成员，连名字都没有。你能做的话，你可以用这个自己去做探讨，但是我不能透露他们。我的时间很赶，你看到他说，越说越开始感到了慌张。我记得我们以前是夏洛的回忆有说到，就是他们邪教成员，是我们家曾经得罪过他们，是不是？那是贝尔父子的事情。好，但夏洛特本身不知道，哦、是贝尔父子的，你是在博物馆里知道的，有些比较。OK， 好。OK， 那得罪是卡斯那边的，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事情。这边只是我 OK 好。得罪是隔壁棚的部分。对，然后菜刀跟邪龙交关，菜刀的邪龙。OK， 暂停得罪的事情。那。
然后那他大概说，所以是逼不得已的，对吧？那我想带你回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毕竟我们也只是要把书拿回来，然后拿到这个证明而已。我是不介意啦，还是你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冒险之类的？跟随你们，代表会开始过上过去上的生活。想说到这里，不要问了，毕竟我是个罪犯。而在这里，这个欧别，就先在这时看一下安全。我们收了这个贵券给了秦市长，没有拿到一个东西，只是我们为了相对的，他看了一下贵币，为了相对的。反正，冒险总会需要点比较刺激的状况嘛。反正，Levi 的事情应该只有在这个区块有问题而已吗？Levi 只是默默的撑下去一个开口，算是吧。我没有太多故事。周贤虽然对他摆出了一个非常怀疑跟你说真的脸，但是他好像有时候啊，如果 Shelby 觉得这样是好的话，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是他不是什么坏的东西。那肖特他会直接竖起食指说，这样就如果怕被追杀，那就。如果不要太接近这里就行了吧，反正这个世界那么大，而且如果要找到拉萨洛斯的事情的话，他 Levi 应该会比较清楚吧，毕竟是龙叫信仰龙的，那大概也会知道一些关于龙的情报，指不定也会知道拉萨洛斯吧，这样我们应该可以少找一点地方吗？我先转了转他的眼珠子，反对的意见，也这时也看到了骑士上从你们跑过来，当然他也开始向你们询问关于说找到凶手没，或是关于凶手的事情。那你会选择就是直接将位置交给骑士上吗？我会把我身上的斗篷脱下来，然后盖在雷比身上，然后再把位置交给那个骑士上。眼看着骑士长只是抬起一个眉头，虽然对于旁边的斗篷人物有些看起来有些怀疑，但是他还是相信了这些伪证的感觉，说哦 ，OK， 好，知道这个人是死了，而且没有把证据交回来。骑士长他其实也没有向他们做任何的一个追加的询问，卡洛拉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不会啊，好吧。他说到这时。你能做的也就是将这一份你父亲的书暂时的交回给他，你知道我是当然后可以回去，或者说如果你在后面逗留几天，多留几天的话，你是可以跟卡罗尔再索求，就是再去看这样。但是目前他是收回的状态，也看着卡罗达只是和你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后，也将所谓的奖赏放到你的手上，也就是150GP。也没过没多久，看到猫的影子是你们原来是你们来了他似乎没注意到雷米，只是看到你们两个，也像是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后，这位对于武器感到十分兴趣的矮人也开口说了你们都累了，你们还交到一朋友了，算了，你们至少也解决了事件，也看起来你们都好好的我可以将地下给封起来了。他弹了一下他的指，也看到巫师慢慢的缝了起来，也注意到 Vodin 也为你们安排了旅馆，让你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吃好喝好。而隔天早上，你也发现到你的桌上有放着一袋钱，而这一袋钱你眨了一下眼，等一下这一袋钱你眨了眨眼，又是另外的150GP，一
扬起了你的笑容，看着这些钱，就发现旁边是 Vardin 写着“感谢金”的话语。你看着外头升起的太阳，之后该怎么做 ？Levi 也加入了你们的队伍行列，虽然以后会变得轰轰烈烈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该继续在 Obien 继续探索，还是说离开 Obien 前往其他地区？搜寻接下来的线索，我们这一些就留到下一次。也恭喜小奥特终于三等啦，恭喜恭喜！然后 Levi 跟耶三等了，对 ，Levi 跟周贤会升三等，所以下次他们的冒险都会是三等的卡这样子。哎，对，所以你的队友会是三等的状态，会跟你一起成长，一起冒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拉萨路是不知道会不会不开心。我们可以先来骰一下吗？可以看啊，帮我骰干嘛。那我要好，那就是大概就是晚上的时候，哎，应该说事情安顿好以后，夏洛特应该会问，就是把拉萨路是拿起来说，我让 baby 跟我们一起冒险，你应该不会不开心的吧？12，哎。带十二，你虽然不确定拉萨路是怎么想，但是好像他没有因此不开心或怎么说，很平淡，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气，看起来是好好的，至少他没烫，在你知道是窃听，对，至少他没有揍我，沙洛特应该会说，就知道你最好了，然后就跟他的伙伴们去玩了吧。